明涛姐，你要跳舞吗？现场版刘敏涛，新裤子你要跳舞吗来了。刘敏涛和新裤子合唱完全不违和啊，看来我们敏敏子这次进军摇滚圈很成功哦。你有没有跟着一起舞动？随着动感十足的旋律响起，刘敏涛和新裤子乐队的合作舞台让人惊喜，全场气氛被推向高潮。正如刘敏涛说的那般，我不会摇滚，但他们的激情热情以及青春洋溢的感觉会带动你姐姐玩摇滚玩得相当稳。喜欢就订阅呗。